对不对？我们先买一个890这个手厨，他也送了1700个电池。对啊，拍一下自己的脸。OK， OK， 好，购买成功。哦，送了一堆东西啊，不知道是。这是干嘛？哎，我不知道，领着在输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干嘛？我们现在有3500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然后我要买沙漏，这里有一个150个，我觉得15个应该是不会出现吧。好了，算了，没差。所以我们有，哎、欸，阿厨，阿、啊、我买了，阿、啊、去哪里了？电啊，用就对了啦。没差，直接试吧。出来吧，刷太快是不是？帮我看一下好吗？棉花，就是旁边那个粉红色 H 啊，还是几千电池？这是3000还是4000电池啊？啊，这个轮胎是干嘛用的？啊，里面有一大堆，我都没看过。20%4800电，我靠，原价6000，这么贵，4800啊，4800，哎呦，我钱不太够啊，可能要再刷一波。喂，啊，怎么都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个怎么感觉好像都是厉害的？你看这个彩虹胎痕，这个让我有点想买、欸，1200，40%优惠，1200，到底要不要买啊？这感觉这一道是不是很厉害啊？上面都是永久嘞、欸。不要啊！好啊，不要，不要。哎、欸，好像不够了。GG了，最后一抽，各位观众，海底捞月。废物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唉，只好再买。15个是吧？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这赖讯息那么多啊。来，来喽，来喽！这一次就是直接超级刷新10次了，管他去死了！哎、欸、靠，这么难中啊！我操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喂，没有车啊，没有车啊，完了，完了！这么难中啊！我操！哎、欸，有了，20%，有！我要买，购买！我操！他最后一次买6000电池哎！我操！买这个，之后再讲别的。我刚才考虑要不要直接买2990，但是我老婆在外面，小声一点，先买这个再说。我刚才想说要不要直接买2900。好、啊，先这样，够了，4800，买起来，购买就对了。OK， 没有，我刚才考虑要不要买2900，然后之后还是会用得到。好，我们买到了37电池，我来看一下在哪里车子。啊，我家花多少钱啊？我忘记了，2000-3000有吧。不要讲太大声，不要害我变化。碎了，棉花糖 A 上，哎、欸，这是干嘛？涂装是干嘛的？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，为赛车随点击这里，为这里预览赛车，最后点击喷漆按钮，扣除指定数量的道具，就可以改变颜色了。点击这里为赛车彩。我家陈高还是有点卡关啊。我看那个马拉松跟那个什么，就是一直跑不好。陈高在哪里？陈高你在哪里？陈高，我的眼睛瞎了。对，试试看跑个陈高。我还用那个紫色那台破车。我先看一下不改，大概可以跑多少？哦，好帅哦！
这速度有点爽。来啊，先试一下。我的感觉跟我刚刚那台不太一样。啊，失误了！哎，干子弹车！我要使用手游端游模式跑。刚刚的路线是需要冲冲冲！哎，怎么没有单喷了？哎，这单喷怎么不见了？我的专注力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的。啊，雾老模式是哪一颗？月亮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受不了了，是这个吗？哪一个是雾老模式啊？月亮，我按了啊，那就对了，崩溃。没想到我的转速度不太够，满满。好，屁啦，怎么又有 IG 跳出来？好，完了，不是说月亮吗？我按了，说好的月亮嘞，喂，不管，我要关掉，再会。哦，我要使用端游模式啊。每次都要加那个段位，我一直失误，我快气死了，好难用哦。个屁呀，就消到。先过他再说。哦呦呦，你这么贴我，压力很大呢。
过了。啊，慢了，靠，压太久。为什么有时候会有单倍，有时候没有啊？奇怪。哎，我又没按到。过了啦！啊，这个，等一下，娜，什么？这样也可以过？还好。后面那个小废物，后面终点也是撞墙的、啊，我懂。轻松，轻松，我来改车。